谢你有即系独一计划俾我哋，喺呢计划当中，我哋真系能够有份。主啊，我哋今日就求你赐下即系奉献嘅火，你燃点我哋，烧你嘅教会，使我哋真系再一次为你复兴。主啊，能够为你摆上俾我哋嘅福分，求你赐圣灵烧我哋。早晨，早晨，早晨！好开心可以翻翻嚟教会呢个大家庭，喺礼拜日一个咁舒服、咁风和日丽嘅早晨。两个礼拜前，另一个礼拜前，我都仲记得落紧薄啊，出边呢一个日子，所以好开心今日吓、大地回春，可以喺咁开心嘅日子喺度见到大家。咁呢段时间等大家慢慢坐低先，咁我都喺度即系
讚一讚大家咁準時嚟到喺我哋崇拜嘅當中。我記得一段時間之前 ，Roger 都俾咗個挑戰我哋，叫我哋準時嚟到我哋10:03或者第二堂嘅崇拜。恭喜大家，我哋已經完成咗呢個挑戰。咁我今日太太就有啲唔舒服，咁啊自己一個咧湊兩個細路仔過嚟。咁啊特別咧喺呢啲日子覺得，媽媽太太嘅角色係好厲害嘅，所以都喺度少少多謝佢先。咁咧，我哋今日咧係聖餐主日，咁喺屋企聚會嘅弟兄姊妹，睇緊 Zoom 睇緊 YouTube 嘅弟兄姊妹咧，喺度第一次提一提大家，可以準備你嘅杯和餅。咁今日喺我哋實體聚會嘅弟兄姊妹一陣應該入嚟嘅時候都已經攞咗噶啦。好，咁我哋崇拜開始嘅時候咧，我哋有幾個簡單嘅報告。咁新嚟嘅朋友啦，如果第一次嚟嘅時候，都會可以邀請你掃一掃熒光幕上面啲 QR code， 咁裏邊咧係去到我哋嘅網站，有好多關於我哋 Crossway 教會，無論係廣東話堂或者係英文堂嘅資料咧，都係或者Kids Space 啊，其他事工嘅資料咧，都喺上面見到嘅。係啦，咁呢個係正式個廣東話堂喺度歡迎大家。咁我哋嚟緊咧，喺11月13日，即係下個禮拜二日咧，就有個迎新嘅午餐。咁我哋都每一次做呢一個隔一段時間做呢個迎新嘅聚餐嘅時候咧，個報名都係好踴躍，喺近呢幾次係尤其踴躍。咁希望miss out咗上次嘅朋友，或者你認識新朋友是可能翻過嚟一兩次，但係呢幾個禮拜失咗聯絡啊，咁歡迎你透過呢個機會去，即係邀一邀請佢哋，唔使怕醜過嚟一齊同我哋有個午餐有個聚餐嘅。咁如果想知道多啲嘅詳情咧，可以喺呢個禮拜聯絡阿 Jo， 咁電話咧亦都喺熒光幕上面見到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有一連兩堂嘅一個培訓啦，咁上第一堂咧就係今日嘅，咁嗰個主題係聖地涉獵，咁亦都係由一個我哋係好有經驗，亦都好有恩賜嘅一個博士 Dr. Chan， 咁佢係喺以斯拉培訓網絡，咁大家都應該聽過呢個培訓網絡裏邊嘅事工，咁如果係有興趣參加呢個或者認識更加多呢個聖地遊蹤啊，會幕和聖殿的一個的培訓呢，在這個今日下午12時完了崇拜之後，還有20日，即是兩個星期之後呢，就有這個聖地涉獵的課程的，詳情可以跟教會聯絡，或者找何牧師可以有個登記。跟住咧就係下個禮拜12-13日，禮拜六夜晚聚會啦，同埋星期日朝頭早聚會咧，都係有小朋友 Grade 1去到 Grade 6嘅一個大踏步。咁喺Crossway 翻咗段時間嘅弟兄姊妹咧，都會認識我哋喺小童嘅嗰一邊咧，佢哋有一個大踏步嘅一個決志信主嘅時候嘅。咁歡迎嚟到我哋呢度初參加我哋聚會嘅家長啦，如果有小朋友在 Grade 1和 Grade 6這個 range 裡面呢，在未來這個星期是可以歡迎在崇拜的時候稍而欲步過去參加他們這個時刻的決志的時刻。跟著有豐盛外展，我記得看 PowerPoint 的時候，我還 expect 會見到有這個敬拜操的一個報告，但是看清楚今次除了敬拜操之外呢，是有敷面膜的，還有有皮膚護理的，所以豐盛外展不是只是敬拜操，是有面膜和化妝美容的，我相信不是只是限女士的。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可以跟 Elsa 聯絡了，看一看電話號碼在上面。跟著呢就預早報告我們下季12月25日聖誕主日的浸禮呢，是可以開始有這個報名的了。我們每次有浸禮的報告的時候呢，都會作出一個很衷心的呼籲，因為在我們教會裡面呢，其實浸禮是一個大家一起見證著，是一個很
冇想象中咁嚴肅，咁令大家好會有啲怕醜，會避開嘅，而係一個好有愛，好大家好熱鬧，去一齊去慶祝你呢個喺眾人前面承認你嘅信仰嘅呢個日子。咁如果上次又 miss out 咗洗禮嘅朋友，或者你認識身邊信咗主，但係仲有啲猶豫嘅，歡迎你喺呢段時間去到聖誕嘅過程裏邊咧，加把勁，鼓勵佢去報名。聯絡人咧亦都係租，哇，租有好多個 area 要負責，有 contact。咁喺呢度就記低個號碼啦，12月25號。好，咁咧今日入嚟嘅弟兄姊妹都齊咗啊！再提低大家一次咧，如果啱啱 log in 崇拜咧，今日係聖餐主日，咁就喺屋企咧預備你嘅杯同埋你嘅餅。咁喺呢個時候，我哋亦都有為我哋獻金祈禱啦。咁我哋奉獻嘅方法咧，大家都好熟悉啦。大部分弟兄姊妹都用咗網上嘅轉帳。如果仲係會帶你嘅奉獻、你嘅禮物嚟到教會咧，我哋喺會堂外邊亦都有收納獻捐嘅地方。好，請大家低頭為我哋今日嘅聚會，我哋去禱告。親愛嘅主，多謝你帶領我哋翻到呢個大家庭裏邊，去專心嘅去仰望你。去單單的用我們的歌聲，用我們的傳人，去將我們的敬拜去交上。我們一個禮拜過去，營營役役為了很多很繁瑣的事情去勞心。我們身邊有患病，有需要，我們身邊有爭拗，有紛爭，有一些放在心里面放不下的一些忧虑，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们都很多感谢你，很愿意将这个恩典呈现给你的地方。天父，我们一个礼拜过去，我们愿意在你家，在这个殿里面大声地透过我们的敬拜的诗歌去颂扬，告诉你知，天父，你就是我们的奇妙的救主，你就是那位带领我们去出黑暗的那一个充满恩典的那个弥赛亚。天父，我们愿意安静我们的心，将我们所有的重担都放低，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向你去祷告，求你去一刻间去悦纳我们的敬拜，亦都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这个相交的时候。感谢你在我们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一同起立去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很感谢主，让我们有生命气息来到祂的殿当中，特别是在这个美丽的春天当中，愿我们透过这些诗歌去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阿爸父。Thank you.
感谢耶稣，感谢耶稣的恩典，感谢耶稣的救赎，感谢耶稣的同在。在昨天的 Alpha 的里面，我们也有新朋友信耶稣，将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主。后面我们有一位弟兄叫 Calvin， 望住后面，举举手 Calvin。 Calvin 就上个礼拜在 Alpha 里面信耶稣，这两个礼拜都跟我们一起去敬拜。不单止是昨天有人信耶稣，昨天我们香港的弟兄姊妹去到探访，是当有家人信耶稣的时候，有姊妹说很想将家人得救这个的福气不断延续开去，他就自己身体力行地去探望我们会众里面的其中一个年长的妈妈，也在当中探望的里面跟他分享福音。 Auntie 也在那个的过程里面认识耶稣，愿意说我相信耶稣，是不是恩典？但是 Auntie 都有些仍然在信心上动摇，我们很需要为 Auntie 去祷告。弟兄姊妹请坐，清楚有一段短片跟大家分享。谢谢我主，主的恩情是最值得我们感谢。上个我们多谢耶稣，你的爱临到蔡 Uncle、 Auntie 和 Daniel 的生命。主啊，愿意他们一家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好，我们一起来献拜主。多谢多谢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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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真系好多谢你哋，因为如果冇你哋嘅祈祷啦，冇大家一齐同神一齐同工咯，系冇可能成就到今日呢件事嘅，同大家撒种同埋收割嘅人一同欢呼收割，感谢主。我们今天就是受洗的归入耶稣基督。以前未信耶稣之前，两次入面，当时以前拜偶像，信阿女、女婿，同香港不相识的那些教友来为我祈祷，深受感动，将我的余生交给天父接受，指耶稣做我的救主。信耶稣后，思想单纯，冇必要忧虑。感恩蔡和平细伯在你面前将他的生命献上。未信之前就是日日咁样拜咯，即系你哋个个咧同佢祈祷咯。我嘛决定即系冇中向咯，冇中向你哋个个好开心，好开心我嘛以后都唔中向咯。啊，嗰个女婿嗰啲朋友啊，嗱嗱声嚟整走嗰啲偶像咯。我就好放心咯，以前嗰个女啊，成日打电话同我讲，叫我信耶稣咯。我话你唔使讲啦，我一世都唔会信啦，我几十岁啦，我唔信啦，哦，唔信，点解冇点点咁快信咗啊？又话唔会变，系啊，又话唔会变，咁快信咗，唔知真系真系耶稣真系可怜可怜啊！唔装香哦，又去到嗰度医院，又你哋个个同佢祈祷，跟住一个礼拜哦，我冇谂住咁快出院啊，就咁快出院咯，我就更加信咯，咁样好开心咯，多谢子咯，多谢耶稣咯，我哋今日好开心啊，见到蔡氏一家咧，全部咧归顺主嘅名下，我觉得系。信了主最大的得益就是身边的父母，其实都是比以前更加正面平稳，就是那个情绪，其实是帮了他们很多的，这个我是觉得很感恩的。你见到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几咁精彩，真是如他所说，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不能定的。当Esther上飞机的时候，我相信他估都估不到。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受死和复活和赦免了你的罪。是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呢，为了为你施手。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和复活赦免了你的罪啊？是，感谢主。按住咧，蔡老省姊妹迎信咧，我哋而家奉圣父、圣子、圣灵嘅名，因为十字架，你系咪相信耶稣喺十字架上面受死复活
赦免咗你哋。按住蔡伟王你嘅灵讯咧，我而家奉圣父圣子圣灵全名为主。十字架，因为都特别想将个一家得救呢个祝福咧，系延续落去嘅。但系因为见到 Dion 佢一家有三口一齐洗礼啦，跟住我见到咧有人喺我哋 Cosway 嗰度洗礼啦，我好感动。主啊，多谢你今日将呢个祝福临到我哋家中，使我哋因为一人信主，所以全家得救。神明，将呢个祝福再 copy and paste 喺而家当中嘅每一位弟兄姊妹，将帮助我哋更加喺心里面咧，能够同你个 rhythm 系一致嘅，跟从圣灵嘅带领去将呢一个一路一路咁样去做，将福音传开去。拜拜，跟从圣灵嘅带领，领人归主，将一家得救呢个祝福，你想唔想将一家得救嘅祝福继续延续落去呢？将神的祝福、神的救恩、神的爱 copy 在我们生命里面 and place 在一些贴在一些 你很想他们认识耶稣那些亲朋戚友的生命的里面，好吗？现在我们拿起这个圣餐杯的时候，很想呢你不单止想到神救赎你的恩情，你脑海里面有没有浮现一些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姊妹，又或者你很爱的朋友，你很想将这个祝福、救恩的祝福跟他分享呢？给少少时间你为自己去祷告，为到你能够得着这个救恩，你献上感恩。同时间，当透过有人信耶稣这个喜悦去触动你，你都好想将你的救赎和你身边所爱的亲朋去分享的时候，求神给你有信心，给你愿意透过爱的行动跟他们说耶稣好爱你，为他们祈祷祝福他们，期待神的工作快快的临到，主要得着更多的生命。很多人的生命呢等着去听，等着去认信，也等着你将耶稣的爱呢去彰显出来。当我们拿起这饼和杯的时候，每一次都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恩情。好想这个救恩不只是我尝到主恩滋味就够，好想这个救恩能够是传递开去。但是当我能够传递开去的时候，是我心里面要心被恩感，我心里面是深深的被神的爱所激励。所以我们每一次去领受圣餐的时候，再一次去回顾，再一次的立志，主，我要更深的与你连结，回顾耶稣基督的救赎。弟兄姊妹，我们拿起这饼的时候呢，要想起耶稣基督在十架上面为我们所作的一切。 Cosway 教会是欢迎所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领受圣餐。当我们拿起这饼，耶稣在被卖之前的一夜，和门徒一起去晚餐的时候，和门徒讲话，这就是我的身体，要为你们舍。耶稣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来为我们代赎。每逢我们领受这饼的时候，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为我们舍上生命，我们同心去领受这饼。同样耶稣祝借这杯，
他说这个杯就是他立的新约，他流出的宝血，这杯就像他流出的宝血，要洁净你和我的罪。每逢喝的时候，感谢耶稣基督的赦罪，多谢耶稣，我同心领受这杯。多谢主，在圣经里面说，这饼这杯就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像他的肉他的血，当我们领受吃进去的时候，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与耶稣基督连结，是永永远远的连结。我们的生命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活着。主啊，帮我们立志，常常与你连结的时候，要活出讨你喜悦的生命见证，以回应神耶稣基督你对我们的恩情。弟兄姊妹起立吧，我用副歌去回应，多谢主。姊妹平安，早晨，早晨，可唔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咧，打个招呼同弟兄姊妹打个招呼好嘛？愿主祝福你。今日咧，今天早上咧嘅讲题系圣经上流人，你同佢同隔篱身边嗰个讲咧，你今日要做力争上游嘅人 ，OK？哦，弟兄姊妹清楚，弟兄姊妹清楚，那個麥可能大聲了少少，係 OK 好。咁啊，再鼓勵大家咧，Big Box of Kindness 啊，喺依個禮拜咧都仍然可以繼續咧去登記啊，大家可以上網，頭先有同大家分享到啦，可以上嗰個網站，跟住登記，咁啊就可以去到隔離咧，仍然可以攞嘅，亦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咧，同弟兄姊妹咧。同你哋家人咧一齊透過每一個嘅行動咧，可以去預備我哋嘅心啊，去紀念主嘅恩典，亦都係將祝福咧帶俾社區裏邊有需要嘅人。咁喺度咧，我應該仲有一個牌嘅，唔緊要啦，喺嗰度。OK， 想今日咧再一次歡迎，今日你係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啊，都幾好喎！我歡迎四次嘅喎嘅弟兄姊妹，你可唔可以揮一揮手啊？同你打招呼，我見到有幾位啊，有啲有幾位係嚟咗一次、兩次、三次，係後邊。Sorry， 哦，舉手，係啦，我哋有一個嘅名，即係有一個記錄邀請嘅資料咧，你可以填寫嘅，咁啊方便咧弟兄姊妹咧去聯絡你嘅，可唔可以再舉一舉手啊？第一次，哦 ，sorry， 第一次，歡迎你。第二次，等我佢唔好再講啦。弟兄姊妹，的確咧，我哋要感恩，因為有弟兄姊妹、有新朋友、有信耶穌、有未信耶穌嘅人嚟咧，係一個非常態嚟嘅。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真係咧唔係必然嘅事情。我唔知道咧你嘅感受係點樣。頭先我哋好。我哋都好 be blessed， 即係我哋都好蒙福嘅。有弟兄姊妹今日Daniel 同我講喎，佢話：哇，今朝啊好大挑戰㗎，我有6個人喺度唱歌啊咁樣。
我哋真係唔好理所當然有弟兄姊妹咁樣去服侍啊，無論係唱歌、台前、幕後啊。頭先如果你有留意咧，我係不停嘅被幫助噶，係咪打斷啊？不停被幫助，因為後面有很多中心的、招待 welcome 的弟兄姊妹去提醒，很想呢令到大家賓至如歸、啊、這些事都不是理所當然的，都是非常態的。弟兄姊妹，剛才我們、聽到見到親眼見到很多浸禮的片段呢，我們真的心裡面非常感恩。 我希望大家的掌聲呢、都 不是一般、恆常、哎、牧師、啊、叫我們拍掌、啊、這樣是真的不是、就是、常態來的、啊、我們很感謝上帝的恩典。其實在過去的日子，無論在疫情前無論疫情後，都有人信耶穌。但你要留意一件事，一個非常態是什麼？今天呢，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恩典，就是這些片段呢我們可以保留。其實過去都有很多人信耶穌，都有人浸禮，但今天呢我們可以在疫情過後呢把握了這些機會，令到剛才 Esther 很有趣的，其實她祈禱、Mary 剪接的過程，我其實第一次聽人祈禱說 copy and paste 上帝的恩典，你有沒有留意到？很有趣，很有現代感的、即是弟兄姊妹的禱告其實都比較容易記得，是不是、有人口裡承認心裡相信信耶穌是一個非常態的情況，有人當信了耶穌之後，願意在眾人面前、在上帝面前，透過浸禮呢 去浸禮呢，是、見證神的恩典。這個是一個真的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們好好把握這個機會。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題目呢，是非常態的常態。在我們現在的生活裡面，有些什麼是習以為常的呢？有些什麼其實不是啊，是一個真的不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是非常態的。想一想生活啦，有些什麼呢現在都、習慣成自然的。我相信第一樣呢就是加息啊OK， 是加息啊，哇，咁啊睇睇個表係咪啊？我而家係進入經濟分析嘅年代。No. 六次加息喎、啊，而家一六次定七次咧？頭先我講六次，有人話七次，定係七次定六次咧？有人七次，我呢個好有肯定嘅啊 ！Emma 話俾我聽七次啊，七次。習以為常，我哋而家好似加息加到已經習慣咗。其實人都可以有一個正面，有一個負面，有不同的角度，是不是？哇，很大壓力啊！調翻轉諗，原來我哋享受了我諗大概十年的低息環境，是不是？第二、你留意息口，無論你有 saving， 即係你有儲蓄，或者你供緊樓，其實都是神祝福我哋有生活的、即係居所，我哋可以去、供樓，是不是？其實原來人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的角度呢去看不同的環境，同一個環境有不同的心境，令到我們有不同的高度。剛才我拍一張照片跟 Sydney 和 Philip 拍一張 selfie， 拍一張照片這樣做，我就動一動，其實呢、他就立刻反應，他說哎呀 Alex 你真的好了，走一走我就一就我，因為我唔夠佢，即係佢其實佢意思話我唔夠佢，佢唔夠我高咁樣。其實我話唔係啊 ，sorry。其實咧，我係覺得嗰個光度咧靚啲，我喐咋。但係你有冇留意到啊？係即時反應嚟噶。同一個嘅處境，有唔同嘅角度咧，哇，好大分別噶。啊，佢覺得牧師話牧師覺得自己高，我矮啲。還是咦動一動靚啲，保留一張非常之美好的片段。弟兄姊妹，其實我哋人裏面咧有好多咧啊，我哋即係經常非常常態非常態，我哋好多依啲嘅睇法嘅，其實影響緊我哋點樣去處理解讀一件嘅事情，而我哋個解讀咧就會影響我哋點樣生活啊！啊，非常態，哇！通貨膨脹的年代來臨了，
每一朝早咧，啊星期日每一朝早咧，我都去某公司買杯咖啡。我今日好後悔，因為我去咗一間加價嘅油站。我而家唔講俾大家聽，我應該去另一間，另一間仲仍然未加嘅。大家都知道我講咩啦嚇？哇，嗰間喎，$1加到$2，50%，$2加到$3，幾多個 percent 啊？33.3% 啊！哇，你人工有冇加？3% 都未必有啦，係咪？其實。原來睇翻經濟數據咧，幾十年嘅咯喎，而家係應該大約20多30年啦，7.1通貨膨脹好厲害，非常態 hybrid 啊，就我其實教會都進入一個即係非常態的常態。2015年啊，教會開始 online 網上崇拜啊，我一路望嘅時候，哇，我覺得。第一就我哋冇乜需要啦，係咪？即係，但係現在我哋已經成為一個習慣啦，係嘛？以前嘅年代咧，唔係歧視，不過有咁嘅聽到係咪？年長嘅弟兄姊妹，哇！點可以網上面㗎？我哋實體敬拜咁先係真實嘅敬拜啊嘛！但係網上嘅崇拜 COVID 嘅時候。你而家成個世代轉變嘅喎，以前嗰啲年青人上手機咧就話：，誒做咩上手機啊？唔好成日對部手機啦。而家有啲年長嘅頂尖，哇，好多嘢睇啊，要上手機啊。我哋已經進入一個非常態嘅常態，細蚊仔都有反應嘅，你幾好啊？有常態，有非常態，但係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嘢，我哋。这个处境我们怎样去解读它，怎样去回应它，我们很感谢上帝的恩典。其实不单止是 Causeway 透过网上崇拜，网上传福音，去让我们的亲人在远方，无论香港无论英国，带他们信耶稣。两个礼拜前呢，我去了一个 BUV 的聚会，这个聚会呢，浸联会的聚会有，其实，在浸联会里面呢，有200多家的教会，那呢，就，有大概，我想有40% 呢，是非英语的教会来的，其实，每一年呢，那个聚会呢，都会去 announce， 宣布一些呢，新的教会，其实呢，3间有2间呢，是非英语的教会，有一个的民族，很厉害，在，Croydon 啊，嗰邊咧就係阿川嘅教會，即係緬甸嘅教會啊，好復興嘅喎。我都聽到咧，同樣都係咧話帶咗好多啊喺佢哋家鄉嘅朋友家人信耶穌嘅。聽姊妹，今日咧我哋係一個真係非常態嘅年代，讓我哋今日透過巴拿巴一個非常態嘅常態嘅人生。大家一起去學習和思考，我請 Emmon 幫我讀，好嗎？謝謝。《使徒行傳》第11:19，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走到腓利基居比路並安提柯，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講，但內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柯，也向希利尼人讲全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柯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数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柯去。他们足有1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起手。当那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柯，内中有一位名叫阿加布，站起来藉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
於是門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錢，送去供給住在猶太的弟兄。他們就這樣行，把獻捐托巴拿巴和掃羅送到眾長老那裡。好，唔該曬，Emmon。今日想同大家咧有三個嘅向道咧，同大家分享嘅。第一個嘅向道，第一個個重點咧就係、是、想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巴拿巴佢嘅才幹。第二點咧就係巴拿巴嘅忠心。第三點就係巴拿巴嘅虛心。佢個才幹咧就好明顯喺聖經裏邊講。咁呢個故事係咁樣嘅。簡單嚟講咧係我哋讀咧就係、是、安提柯教會係咪？咁原來安提柯教會嘅出現咧。在一個非常態的情況裏面發生的，第十九節那裡講話，那些因為使徒反的事遭遇患難四處分散的門徒呢，直到了腓利基、塞浦路斯和安提柯。簡單來講，整段的經文一開始呢是一個很可惜、很悲慘、很傷痛、很難過的出現，是一個不是常態的。我想我們的人生裏面都是一樣，其實很感謝上帝恩典，一般來說呢你的故事呢大部分應該都比較平順的，說他當中有一些由出生開始都非常艱難的，是有的，就正如在聖經裏面這裡出現，就在安提柯教會開始，其實是因為有逼迫的出現。在第經文嘅裏邊，喺第十章裏邊講到一個故事，彼得見到一個嘅異象，一個不潔淨嘅異象，然之後有啲唔食得嘅係猶太人視為不潔淨嘅食物，咁啊佢見到一個異象啊嘛，跟住佢見到呢個異象嘅時候咧，跟住就喺個過程裏邊就哥尼流就派咗幾個使者嚟就邀請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裏面傳福音，是一個非常不是常態的邀請，因為當時猶太人和外邦人沒什麼瓜葛，再嚴重一點說，那些猶太人很討厭那些外邦人的，覺得他們地獄裏面那些火的燃料來的，真的恨之入骨。所以其實你想想，邀請彼得呢都是一件不正常、不是常態的事情。當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当他讲到传扬神的话的时候，看到那些外邦人呢信耶稣呢和那些基督徒呢都没什么分别的、他真的见到那个情况，见到那个处境的时候呢，心就动容了，他就感动，很有感受。所以在第十一章的第十八节，圣经那里这么讲，就是今天那段经文的上文了。第十八節，眾人聽見這話，就不說話了，只歸榮耀給神，說這樣看來，神也賜恩給外邦人，使他悔改得著生命。其實講緊乜嘢啊？其實係講緊當彼得見到呢個咁嘅畫面嘅時候，翻翻去耶路撒冷嘅教會裏邊討論呢件事。喂，好大嘅改變啊！哇，嗰啲人啊，佢哋信耶穌，原來同嗰啲猶太人一樣噶。我哋要俾一條路佢哋啦，唔好淨係用割禮唔割禮啦，只要佢哋真心相信耶穌，再加上守翻一啲不拜偶像啊，唔食偶像嗰啲物啊，即係嗰啲食物啊，佢哋就可以一齊享受基督嘅恩情啦，好唔好啊？好唔好啊？保羅咧，係彼得咧，就帶住呢份嘅好雀躍啊，非常之不尋常的經歷來的，弟兄姊妹。當今天進到去這個故事裡面，就講一個人物叫做巴拿巴。蛤？巴拿巴是誰來的？我不知道你在看聖經的過程裡面，保羅我知道，彼得我知道，剛才你講了很多，是不是？巴拿巴呢，一般來講呢，都會被遺忘的。啊，巴拿巴有才幹，啊，巴拿巴有忠心，巴拿巴有虛心，都有一些的。因為我哋通常諗起巴拿巴係諗起乜嘢啊？大家可唔可以提一提我？巴拿巴個名點解啊？勸慰子係咪啊？巴拿巴聖經裏邊二十四節有講嘅，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哦，good啊，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於是有許多人都歸順咗主啊。
咁對於巴拿巴嚟講，一個非常之正面嘅鼓勵。Emman， 你是個好人，聖靈充滿，大有信心，榮耀歸主，係嘛？唔好驕傲啊！勸慰子係一個被稱為使徒啊，以色列族中嘅利未支派，勸慰子鼓勵嘅人。OK， 依度咧，我特別想提一樣嘢，生於居比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居比路是什麼地方？有沒有知道居比路現在的翻譯是什麼地方？四個字，四個字，塞浦路斯。有沒有去過塞浦路斯？Cyprus。在這段經文裡面有一件事提到，我過去看聖經很少留意的，在聖經裡面其實這段故事的場景，我跟大家組織一下，當神的工作透過彼得透過巴拿巴、去實現是什麼呢？當、有逼迫的時候，教會的信徒四散去不同的地方，跟著在不同的地方都同樣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的結果是什麼？多人信耶穌了。舞會耶路撒冷教會聽到，呼，那邊又有呼聲，哇，那邊有呼聲，塞浦路斯、居比流做什麼地方啊？腓利基，跟住就那裡很大的福音的需要，所以怎麼樣？派巴拿巴去那裡。咦，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那為什麼派巴拿巴的？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派巴拿巴？呼，原來都不是單單是因為說、哦、他很有屬靈的品格、他很虛心，他、做事認真、這些屬靈我所謂的品格、okay, character 品格。我看到第一件事是因為很簡單，其實他懂得那個語言。哦，我不知道你對這個觀念有沒有一種有什麼常態非常態、你想想以前呢，我不知道你啦，我年輕的時候、都不是幾年前而已，現在我年輕聽過宣教呢，通常怎樣？那些宣教士是怎樣的？刻苦耐勞、我不是說不是、現在，但通常第一個特徵是去到工場之前都應該通常不去的、不是去了先又不是立刻做的，去到怎樣？學習語言。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學習很長的時間的。但我們今天看看，原來在聖經裡面講到一個非常態的常態，巴拿巴回去塞浦路斯居比路，是他其中一個屬靈的，是一個非常態的才幹呢，就是他擁有了他那個語言。剛才崇拜之前有一位弟兄去跟我溝通、講到一些事情，其實一個觀點很重要，就是自己人呢其實講嘢呢，即係同語言比較容易啲喎，係咪啊？你同一個香港人素未謀面呢，我哋都一見如故喎，係嘛？所以弟兄姊妹，我知道有一啲係聖經裏面，我或者咁講係咪？即係呢段經文講到當教會被逼迫，信徒就分散。我們都是有這類似的處境，我們的心靈世界的裏面都有很多的破碎、傷痛離開我們的出生地，但是求神幫我們將咒詛、將痛苦、艱難成為祝福。好像剛才我開始這樣說，其實這件事呢，我們所面對的事呢有兩個角度，那兩個角度都是可以同時發生的，但是求神給我們有屬靈的眼界，看得見什麼角度是能夠幫助我們渡過個人的，與此同時呢，這個這樣的角度幫助我們能夠去成為別人的祝福。你看到剛才那個見證 copy and paste 上帝的恩典、原來一個有上帝的人面對逆境困難、逼迫艱難，可以就助成為祝福的。弟兄姊妹，你都可以帶著這些故事去跟你身邊的弟兄、朋友去分享福音、會不會都神都差遣我們今天不是單止說、
我嗰啲海外宣教士要去学十年语言啦。你嘅弟兄姊妹、你嘅朋友、你嘅家人喺香港，你同样都可以邀请佢去一个网上平台传扬主嘅福音，分享你嘅人生经验。琴日，我见到一个嘅画面，我心里边好感恩。我都想带出一样好重要嘅原则啦。唔好误会咧，教会只系 celebrate， 只系庆贺啲信耶稣，因为我哋都有可能咧都会有挑战嘅。咪讲得太多啦，净系着重人信耶稣啊，净系着重 performance 啊 ？No， 琴日有一位姊妹系第一间教会嘅，佢知道有启发，邀请佢爸爸一起去倾。咁我倾咗五次啊嘛，咁我问呢个姊妹。你五次的經歷你的感受是怎樣？我問他，你以前多不多有機會跟爸爸說一些宗教的對話？他說是很少，是一個非常態。 我覺得我們就為了這件事情感謝神咯，單單傳揚福音，將結果交給神，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屬靈的原則來的，這個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屬靈原則。巴拿巴他有恩赐，亦都有才干。第一样嘢，巴拿巴佢嘅才干系佢有佢嘅语言嘅天分、语言嘅能力。喺第十九节圣经里边讲话，使提反遭遇患难嘅四散，门徒四散去到居比路，传扬主嘅福音。希利利即系话希列话，去传用希列话去传扬主嘅福音。弟兄姊妹，今日你用我哋嘅語言，將我哋其實我睇到好多方面嘅機會，就係以前咧，其實真係好難咧邀請到海外嘅家人朋友。我哋體會大部分現在我哋有機會能夠傳福音嘅機會咧，都係透過大家噶。你望一望身邊嘅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同佢講，神俾咗語言你，神就俾咗關係你，你要好好善用。一二三。神俾咗语言，神者关系，你要好好善用。OK， 我哋教会睇到巴拿巴咧，唔系净单止咧讲紧才干、能力、表现噶。巴拿巴系一个非常之有品嘅人嘅，又非常之有品嘅。我睇一睇，我哋睇一睇圣经啊。头先读嗰经文嘅里边咧，其实咧有两个段落嘅第一個段落就係第十九至到第二十六節啦，就講到教會被逼迫，信徒就四散，結果有人傳福音。安提柯嗰個名就係基督徒嘅意思，哇，好重要嘅，係一個非常態嘅出現嚟嘅喎，唔好 take for granted， 哇，基督徒耶，安提柯咯咁樣，係一個革命性。所以我哋每一次去睇到，哇，有人即以前如果你要留意咧 ，Causeway 俾人嘅comment 一個非常態咧嚇，唔係牧師同人浸禮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係嘛？以前嘅非常態咧就係唔係牧師幫人浸禮，現在嘅非常態嘅常態係乜嘢啊？係弟兄姊妹喺網上邊喺為到海外嘅弟兄姊妹浸禮，依個係非常態嘅。常態，你想不想出現？你想不想這是一個常態？你想不想我們的家人，雖然我們離了這裡，但是我們可以透過上帝的恩典，同心合力，有才幹的人，有恩賜的人，有品的人，一起同心合意興旺主的福音。我們 心裡真的非常感恩。剛才 Mary 也有分享是吧？ Annie， Annie 是不是？ Annie 舉舉手。 Annie 出了去。Copy and paste Esther， 一路睇到有唔弟兄姊妹浸禮嘅片段，從我記得我好深刻嘅，可能Coral 咧紅色衫口裝講見證嗰個咧，佢就睇到Amy 網上浸禮 ，Amy 喺後邊啊，跟住佢就話咧，我睇到佢咁都係咁多，即係意思喺個浴缸都浸禮嘅喎，即係我點解喺實體唔浸啊 ？Copy and paste 之後點啊？Esther 就見到弟兄姊妹，無論是網上浸禮，無論回來實體浸禮，都去傳揚主的福音。
佢又帶住一種嘅恩典，去好積極嘅咁向佢家人傳揚福音。完咗之後，佢有一個負擔同感動啊。由於咧，阿 Annie 就講 ，Annie 話佢媽媽咧擺咗49年嘅創價學會日本佛，冇可能噶啦咁樣。其實如果你認識阿 Annie 嘅人咧，佢都好有即係都係辣椒仔嚟嘅。啊，同佢熟啊，所以佢都 OK 嘅 ，OK 嘅。即係佢咁樣講得咧，都真係睇你睇到咧，其實佢頭先嗰個事物嘅睇法咧，好擔即係唔夠信心啦，覺得冇可能啦。但係我哋感謝神啊，在神不能，在神凡事都可能啊。結果咧，我琴日問佢，當佢知道媽媽因為有4个人咧上去一齊夾住信耶穌，即係 Esther 啦、阿邝姑娘咧、Dion 啦，嗰啲係香港嘅同工。邝姑娘係我以前教會嘅傳道人嚟，去關心佢。結果信咗耶穌15分鐘，阿 Annie 咧即刻唔做嘢，即係知道呢個消息，打去問。你知唔知打去問咩啊？唔知係咪恭喜啊？我唔知啊。一陣有機會，其實佢確定係咪堅嘅，因為喺佢嘅角度，呢件事情根本係非常態嚟。我哋好感謝神，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真的，原來神那個工作，神在人心裏面的動工呢，是叫我們很詫異的。剛才有沒有留意呢，那個故事說什麼？剛才有沒有留意？那個婆婆說什麼？跟 Esther 說，你不用跟我傳福音了，我不會信的。誰知道那個信仰很靈的。哇，是非常態的。一個人 我很感恩，其實我有機會親眼見到這件事情。2-3个星期之前，在個分組，即是啟發分組，我們一直交流信仰，跟著就其實都有半半推的，喂，我們讀一讀那個禱告決志文，跟著他真的決志，跟住佢決完志，即刻好快。我今朝冇撞香噶啦，其實。如果你好聽清楚呢句説話咧，就等於一個人好中意做運動。我知道有啲人好勁嘅嚇，即係10年、20年跑步啊，啲啊高手嗰啲啊，踢波嗰啲高手，唔做咧，即係身痕嗰啲人嚟噶嘛。佢個宗教經驗就係撞香係佢嘅常態。原來神係動工嘅時候咧，是超過我們的想法的。跟著他再說，他一拳指，應該如果我沒有記錯，他立刻說，那我那些偶像怎麼辦？跟著我們就，哇，感謝主啦。因為不是我們逼他，是他自己在個心裡面那個主權的轉移來的。 他從前 是拜那些東西，是我今天歸信主耶穌啊。我們繼續為到這些屬靈的生命去成長，求神親自的幫助。今天講到巴拿巴，他有他的才幹，講緊語言的恩賜啦。同時呢，其實巴拿巴都是一個非常之有品的人。聖經裡面的第30節，他們就這樣行，把捐項託給巴拿巴和掃羅。 OK， 這是什麼？哦，剛才我說有兩段落的。第一個段落就是講安提柯的出現，第二個段落就是講到就 有一個人呢，有一種聖靈的啟示，就是預示到呢將來會耶路撒冷會有饑荒的。你想像就是巴拿巴和保羅建立了教會，得到信任，聖經裡面其實講過1年在那裡了，1年跟巴拿巴和保羅同工，1年的經歷賺取到弟兄姊妹信任。如果我現在將信用卡那個密碼要交給一個人，你猜我會交給誰？是啦，因為我對他100%的信任，因為他是經常忘記密碼的。做什麼？你說什麼？
我現在正式宣布，我的生日是一月一號，阿咩 ？OK，OK， 翻呢度。真的有啲寒。其實因為天氣今天25度，教會將捐項交俾巴拿巴，巴拿巴係賺取對即教會對佢嘅信任，得唔得 ？OK， 嗱，我講咗兩點，非常態嘅常態有兩個重點，其實簡單嚟講就係能力，第二就係品格。咁我好快，我冇時間再同大家 elaborate。其實你諗下咧，一個人咧評估下自己，又冇品又冇才幹，咁會點？有才幹冇品會係點？有品冇才幹係點？又有品又有才幹，咁啊簡直係叫正貨啦！哦，感謝主。今天我們是恩愛夫婦營 sorry， 不是沒有才幹也沒有品格，其實就是宿命的死亡，即是一個人呢又不努力學習，另外你學的時候態度又不好，是吧？那就真的很 broad 很悶，也都宿命的死了，是吧？最理想又有品格又有才幹，那就很豐富了， OK？ 那這兩點很有意思的，其實有才幹沒有品格呢，其實就有虧損。什麼意思呢？你很厲害，但是你是一個傷害關係的人，是吧？你厲害得暈，你彈琴很厲害的，不過呢你說話呢窒住 mental， 覺得自己不可一世，覺得自己最厲害的，這個世界的中心就在你的身上，這樣是吧？那就沒有品格咯，說話啊，那你就會令到群體帶來傷害了。求神幫助我們，求神幫助我們去有一個有品格也有才幹的人。有品格沒有才幹限制一點，是吧？就是你很有品格，很內向的意思是什麼呢？譬如其實你可以做主席，是吧？剛才有一個弟兄姊妹，有一個弟兄就說很開心見到他，之前我陪你鼓勵你，跟住一你咧就獨當一面啊咁樣。一個有能力嘅人，但係你收藏隱藏嘅時候，咁咪你嘅服侍咧就會有限制咯。巴拿巴有才幹有品格，但係我覺得我想用三樣嗰個嘅一個嘅叫做 tester。其實睇翻整個巴拿巴的故事有三樣重點咧，係好驗證到佢點樣又有品格又有才，又有品格又有才幹嘅。第一，聖經裏邊講到，當個故事講到話巴拿巴去安提柯嘅時候咧，25節，他去揾大數嘅保羅。OK， 你知唔知當時其實保羅同大數唔係巴拿巴同保羅關係係點樣噶？保羅咧從前係逼迫基督徒噶，對於教會群體來說，對保羅來說是很多保留的，這個是義務仔來的。巴拿巴是大保羅出身的屬靈師傅， OK？ 接著來了，聖經接著又說了，第一，即教保羅的宣教旅程的過程裡面，有聖經裡面的形容了，開始就是巴拿巴和保羅，然後就轉了叫做保羅和巴拿巴。哇哦，我們很感謝上帝嘛，剛才我們分享到，我分享不是你們，我分享有不同的敬拜隊，剛才站在這裡那個是誰來的？ Elton 是吧？跟著這裡那個是誰來的？ Nicole， 聖經，不是聖經， sorry教會的 Crossway 的感恩見證集，感謝上帝從前有 Nicole and Elton， 兩年後感謝上帝的恩典有 Elton and Nicole。 你放心，我不是講說話，你擔心。但其實我們很感謝上帝的恩典，其實神透過不同的同工
加入，你都睇到我哋非常之感謝上帝嘅恩典。每一隊嘅 worship leader、敬拜隊有唔同嘅 leader 小組裏邊，從前有 A 軍、B 軍，跟住 B 軍到 A 軍，其實係考緊、驗緊我哋侍奉嘅虛心。聖經裏邊講虛心嘅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施洗約翰話：他必興旺，我必衰微。保羅話：你效法我，你要效法我，因為我效法基督。全部是講緊嗰個屬靈嘅嗰個品格嘅基礎係虛心，虛心係透過實際嘅場景裏邊鍛鍊出嚟嘅。你可能都會有唔開心嘅喎，會唔會噶？其實我都諗緊嘅，我個人諗嘢咧，啊雖然冇甩頭髮，但係我都諗嘢嘅。十年後啊，唔好十年啦，兩年後，當教會提到。OK， OK， 唔好講呢點啦，大家明白噶啦。第二點，因為有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因為巴拿巴係一個非常態嘅常態，咩意思咧？巴拿巴係通常被人遺忘噶。如果你諗起聖經裏邊咧講緊咧凡物公用啊，聖經裏邊講形容巴拿巴係好人，有聖靈充滿，滿有愛心，佢將自己嘅田產分咗擺出嚟，分俾教會。我90% 估啦。可能你都遺忘噶，因為你通常你記得咧就喺《使徒行傳》第五章一至到第三節講緊一對夫婦叫做撒菲拉同埋亞尼西亞，佢哋就係欺哄聖靈，係咪啊？你記唔記得巴拿巴係賣咗佢啲嘢，讓到凡物公用，應該都遺忘。第二，當佢同大保罗，即系应该咁讲，巴拿巴，哇！我都听到呢个琴好紧张，因为我知道。sorry， 你继续。巴拿巴，大保罗出身噶，圣经里边讲乜嘢啊？跟住保罗就同佢意见唔同啊。巴拿巴心里边谂下，即系讲得俗啲，你而家同我，你算系老啊，唔好讲啦。我從前帶你出身嘅，冇人信你嘅。你從前逼迫基督徒嘅，而家因為我帶你出身，嗰啲錢先擺喺我個袋，你傍住我一齊去嘅咋？你而家話唔中意馬可，你覺得馬可中途離開咗，所以喺宣教嘅旅程嘅裏邊，你唔要馬可，我哋分手。結果聖經裏面講嘛，保羅就帶西拉，巴拿巴。就帶邊個啊？馬可啊！弟兄姊妹，真正嘅屬靈生命嘅虛心，要從不和到不同啊！今天我哋喺人際關係裏邊，可能處事都有唔同噶，我同你嘅處事都唔同噶。求神幫助我哋彼此祝福、彼此欣賞、彼此接納。在神國的裏面最後看回蓋棺定案，其實那個意思是什麼呢？聖經裏面講到，因為巴拿巴的慧眼建立了馬可，巴拿巴是一個勸慰之子，什麼意思？他不停帶不同的人，彼得前書講到說是馬可是彼得的屬靈的兒子，晚年的保羅在聖經裏面記載，我們這些通常都跳了，看不要留意的。聖經裏面講到保羅在他的最後問安，說要帶馬可帶來，因為他在傳道的事上對我有益。 你想不想起一些過在侍奉裏面曾經同工的人，因為有不同的意見分了組，我講直一點，發生了，不是一次，很多次，不是不和，是不同啫。但是求神帮助我哋，因为你有属灵嘅品格，你有属灵嘅才干，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不要睇自己嘅事，唔好净系谂自己。圣经嘅最后呢个品格嘅高峰咧，系最后巴拿巴系被保罗提点啊。
聖經裏邊喺加拉太書嗰度講咧，話其餘嘅猶太人都，我哋一齊起立啊！其餘嘅猶太人也都隨著他假裝，連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從假裝啊！咩意思啊？福音唔係猶太人，唔係淨係猶太人，要包括外邦人。但係當保羅成為一個外邦人嘅使者嘅時候咧，佢見到咧，渣流灘喎，巴拿巴，即係扮嘢假。跟住咧，保羅就提巴拿巴。巴拿巴個選擇可以咁樣，我帶你出身嘅，你唔識得尊師重道，還是佢喺屬靈裏邊個謙卑，為著上神國嘅緣故，能夠活出呢種屬靈嘅生命嘅品格。弟兄姊妹，讓我哋透過呢首詩歌，成為我哋嘅立志回應。谢我主，神需令我渡河，无惧前往，靠着神恩必得胜。谢我主，今应许永确定，在我一生里自由祝福没就坐。谢我主，神需令我渡河。天父，我哋需要你嘅恩典。如果冇咗你嘅恩典，需要令我哋唔能够走过呢个艰难，我哋唔能够喺呢个艰难嘅里边咧去选择你。弟兄姊妹，让我哋一齐同心去祷告。我哋感谢主嘅恩典，感谢主嘅恩情。我哋求你帮助我哋喺一个好艰难、好唔系常态嘅年代，我哋有一种非常态嘅常态，就系活现基督徒嘅品格同埋才干，为要嘅去荣耀你，带咗一个谦卑嘅心，荣耀主你嘅圣名。我哋咁样同心合意祈祷，靠耶稣基督嘅圣名祈求。阿门，阿门，阿门。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崇拜去到呢度，愿神祝福大家，愿神祝福大家。我想再你今日阿 Mary 讲，Mary 讲。今日第一次嘅嚟嘅弟兄姊妹，你可唔可以举一举手啊？我哋想邀请你，鼓励你，陪你一起走去那个会幕那里。邀请他来的朋友，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可以走的了。带来的新朋友一起走去会幕那里，好吗？希望那里继续留步，我们彼此分享。我也鼓励，如果当中未有小组的，你都可以在那边去